之下玩捡垃圾有，不会啊，我开台会继续玩捡垃圾啊。捡起来。那我都送完一批了，他们还没回来。那、啊、搞不好是考第二次啊，不知道啊，反正。等他回来吧，这可以捡吗？这个没有，有些都不能捡。考摩托车哦。接我了，小东，走啊！他帮我考完了，你是考摩托车啊？那个是我的，他用他的帮我考完了，哦哦，你是考什谢么？谢你，要考哎，机车我的，觉得谢1000块谢，太贵了，你要不要改收500啊？500哦，也是可因以为一千啊。块的话，你等于他考失败一次啊，对不对？该收个半价才对啊。搞不好700多吧，我猜。嗯，也可以啊，就是不要收个重考的钱啊，感觉，我刚边开边送货边在想这件事，哦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我现在发啊，Twitter 看有没有人要来考啊，你啊。要小心警察呢，感觉这个是违我法刚的，刚跟你讲了那个方法，你可以试试看。他来你就跟他用凹的，你说你只是陪考。对啊，可以啦，可以哦，啦。你们刚才也在聊这件事情啊，加油哦，啊，拜谢谢你啊，小拜，姐。拜拜。拜拜。好吧，拜小蜜拜，桃走。来，我做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不要紧张。我刚刚送完一轮，想说你应该也差不多了，就过来了。他人很好哎，他帮我出第二次考试的费哦，所以失败过一次了哦，用。那是应该的啊，他保证说不会失败的啊。对吧？啊，你还没吃完还吗？哦。嗯。氧化。那你做过画画的事情了吗？坏坏的事吗？还对没啊。打算去做。你现在要去做吗？现在没有啊。如果你没那有你钱当做，天要去的时候带我一起去好不好？可以啊，我还没有做过想要做做看，我你也要不要？想试试看。我想买一台车，这样比较方便。你要买吗？那多少钱？还是我先买，我之后就可以载你了。那还要多少钱？我看一下哦，先进去看一下。等下，因为要熄火。嘿，辣椒人，啊，你们也来看车哦？对啊，看一下啊，哎，这台怎么还在啊？我要不要？2个小时前你要叫就上看到帝它在这了。呀？好吵哦！上帝刚刚来处理过啦。你点慢一点，点慢一点，很危险。什么便宜的车啊？院长，院长在哪？哪个院长？我出去等你，好啊，好我啊。等你太吵了。没有呢。哦，他出来了，是这个吗？我刚才看到一瞬间，这边有一个人买啊，机他在车这好边。了。好贵哦！之前的5000块的车呢？
生锈车，来等一下好了，天哪，好贵哦！里面好吵哦，里面发生什么那事超吵，那台车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叭叭叭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先走了。欸，你们刚刚有看到医院院长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走啊，小蜜桃走。车太贵了，我买不起。等下哦，等下你小心一点哦。车太贵了，我真买不起啊。上得来吗？带我去医院一下吗？Hello。Hello。好，你后驾驶座可以坐吗？我载你去一趟。去哪里呀？他想去医院，等我一下，我帮你开门。好，谢谢。你说他要去哪里呀？他要哎，去医院一趟。我要去医院一下。啊，你受伤了啊？没，我是医护啦。哦，你是那哪一位啊？我姓周，叫之鱼。周之瑜。对，你你是们下两午位怎就么面称试呼？的，还是刚刚面试成功的我是刚刚面试成功的。啊？哇，他听们有说，收人呢。可是听说不好录取诶，院长会问一大堆问题。是啊。哦，可能是我的。专业比较特殊一点吧，我是心理医生。是的，是的。那心理医生都在跟人家聊天吗？心理医生都知在道跟……你现在跟他聊天就要收钱了吗？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不说话了。没有，我现在还没有在工作当中。好，到了，你下得来谢吗？谢谢谢，下得来下好得来，好，上班谢谢。加油。拜拜，都可让是我我去也了。想当医生，你想当医生以后啦，哦？哦，嗯，没关系啊。你做医生如果又做坏事，是不是不好啊？没有啊，我说如果做医生啊，你有做坏事的话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医生为什么不能做坏事啊？我不要在我上班的时候做坏事就好了吧。那、啊、如果被抓到呢？反正我又没有上班，好吧，会怎么样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啊，担心喽。等下开看吗？不要，我开了会死翘翘。不会啦，系安全带就好，慢慢开系安全带，那就有钱了。好。怎么还在这里呀？宿睡吗？这样子。好了，那我们要去哪里？过一阵子的我有机会经营一哎、欸，间酒在算吧命吗？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我抽到了一张魔杖六。这个魔杖六说明没有问题呀。他说，只要你有正向的态度，这件事情你要达成，水到渠成呐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对呀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要相信你自己。你现好，在应该就走在这条路上吧。这个嘛，我个人是没有体会啊，没有感觉啊。没有关系，我跟你说，塔罗之神会引领你走该走的路啊。你只要记得保持正向的心情，努力的去做，就有机会啦。好哦，那我知道了。那就跟你收500块哦。好。哎，你要小心呢，这边的地板会吃钱呢。我刚才就被吃了1350。哦，刚刚就是在这边好。被吃钱的对呀。哎喂，不对，我刚刚就是在那。哪边都吃钱哦。我吃完了，那个嗯，魔我杖看怎你么开样啊。啊？对啊，我哎，不我想问一要，下，不你那个要。啊，不用怕啦，你还是要赚钱啊，不然怎哦，么会可是买我东开西？小的，我只有小的。好，那你开啊，那你要慢慢骑哦，小的被撞到你就会进医院了哦。
你钱不够的话，他会先借你钱。啊、对，他。那我等下跟你说，就是他等下会到地点之后，然后你就是下车之后拿后面的包裹就可以了。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吗？可以吗？不行欸，没关系啊，你不行再跟手机跟我说。可是我很紧张。不用紧张，小东啊，哎，你们刚才去哪呀？我刚才带这个妹妹去考驾照啊。这个妹妹，她蛮可爱的，穿得很辣欸。对啊，所以我才对她这么好啊。哎，原来看不出来你是外貌协会哦。没有，第一印象很重要哦。看不出来欸。哇，这台车好帅哦。哇，我们要上车。要钱吗？我觉得好帅哦。城市里面到处逛啊，怎么办？你下车看看。上车。我下车，然后怎么办？收费便宜了，先上再说。你先锁起来好了。现在多少钱啊？到时候都是天价。你先熄火，你先熄火。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然后你不付钱，他要打电话叫警察。哎，我不知道后面你们能不能上，也不知道试一下上看后面的，我不太确定能不能上。你是想要去玩是不是啊？对啊，感觉他们那个很好玩。我觉得很危险啊。哎，怎么感觉有一个人不见了？你怎么坐上去的？那个人怎么知道存哪里啊？这个要送完才能存。啊，那怎么办？不然你，算了，我跑一趟好了。他好像不能坐太多人呢、啊。对啊。他们去玩好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不懂再跟我说。我先把副驾坐起来。你上车看看。好。可以。哎、欸，有了。可以，这都几个。应该可以坐满吧。你再试试看。所以是十人座。我们这个是帮你测试哦，没有收钱的吼。哎呀，这钱是小东西嘛，一人给个100块不就好了？哦，100块，我天哪！海蓝椒，你真是个好人呢。哇，这台车太炫炮了吧！这台车好可爱哦。哎，院长，要不要上？要不要上车啊，院长？这是什么车子啊？怎么这么炫啊？我操！要不要来上啊？坐后座啊！啊，出发嘞！院长，听说你们医院都只有真女护士哦。我今天刚有加一个男护士啊。哪里说了？才刚加一个男护士进来而已啊。哦，刚才有人说你都重男轻女，对不对？重女轻男。你不要听那个随便街头一个痞子在那边乱说话。不可能啊！我刚进去医院，我看到全部都是男生呢。对啊。啊，对吧？喂，哎，接到个诈骗电话，不讲话的电话。鬼岛电信好像不太稳定啊。哎，上帝好像在问你话哎，那个谢礼，你这个巴士是要开去哪呢？怎么这么炫炮的啊？露天的下雨怎么办呢、啊？不可能下雨，有下雨吗？我现在我这边看阳光普照呢。我说如果，如果哦，如果没有如果呢？那就算了，就没事啊。我想把人塞满啊。你去那个警局看看嘞。我喜欢被塞满的感觉啊。你谈恋爱在讲啥？车子被塞满的感觉就是很融洽。刚才怎么没有声音？我以为是诈骗电话哎、欸。没关系，怎么了？在哪里？小鸡鸡叔叔叫你去卖糖果，卖什么糖果啊？你要卖什么糖果？问他要不要上车。喂喂，要不要上车？嗨，上车啦！上车！忙，我在忙，你们去吧。哦，我
是哦，哪里可以卖哦？看看如何、啊。那不，你不然你去那个啊，那个什么，租，就是我们刚才租卡车去送货的那个送货中心啊，好像很多人在那边呢、欸。干啥？会不会开车他？好，拜拜拜拜。嗯啊，拜拜。你该不会是跟那个小孩子在打电话吧？是啊，他说他要去卖糖果哎、欸。卖什么糖果？我不知道，是那个志龙叫他去卖的。糖果是什么啊？他说是鸭肉糖哎、欸，是什么东西？鸭肉糖？糖果？对呀、啊。我觉得不太妙哎、欸，那个志龙到底都叫小孩做些什么事啊？志龙又是谁啊？一个戴墨镜的平头的。不知道啊，不是说在忙，怎么回来这？没时间了，快上车。要去哪里？逛逛、啊。没时间了，快上车。别问了，快快快！那个小孩子好像被骗呐、啊。我们要去救小孩。我们救小孩。啊对，我们该拯救啊这个岛上的和平。我没有空了、啊，你们去，不好意思。啊！你对小孩见死不救啊！真的是没有良心的家伙。他在哪里啊？哪里卖糖果啊？他刚才问我哪里可以卖，我跟他说送货中心，就是这个。那我们在这边等啊。那他等会儿不就回来了吗？我操！我们要在这边等吗？还是我们在附近绕一绕？我怎么知道嘞？我又不卖糖果的。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什么好东西啦。我好像跟不太上这个时代、啊，鸭肉糖。对呀、啊，他还说那个志龙还跟他说那个小孩不能吃。小孩不能吃，那就是有点比较刺激的药了呗。所以我想说不太好啊，而且。他除了带那个十岁的小孩走以外，他还带了一个残障人士走呢。带残障人士走？对呀、啊，一个残障人士叫阿吉的。阿吉？就跟他。我操你跟我讲一堆我不知道的东西啊！我操。他没有下半身啦，院长，你如果看到他，应该蛮明显的，认得出来。他没有下半身，好。那志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啊。我刚才听说那个阿吉跟那个谁好像在做直销呢。直销？啊？那刚才有一个人跟我说，他旁边有个叫徐大牛的，在跟那个就半身不遂的那个阿吉，好像说什么社会局看有没有要捐钱给他们。哇，那个徐大牛好像。徐大牛又是谁啊？不知道，他说他是社会局的人、啊。我今天哦，这个医院收到那个徐大牛啊，他好像车子被偷，然后还被别人撞到脚骨折，啊，骨裂，想起来了，这么严重？啊，对呀、啊。来了吗？有人呢，有人呢。哎呦喂，呦喂，等会儿，是他们吗？好像不是哎、欸。那就没救了。是一个是押金，真的、啊。哎，上车啊，上车啊！上车，上车，别问了，快上车。在琳娜，上车。上车就对了。什么押金？没有，刚刚好像海啸啊，那个押金就好像就是那个保证金退不了啊。哇，好像是车也还不了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这个车上有谁子啊？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看到头上有个红色头发的马尾哥？好、啊，我有看过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他在上面干嘛？哎、欸，你说楼上吗？有看到？对啊。啊，对啊。妈的，是不是在睡觉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他开的车好像还很好、欸？楼上啊，楼上啊，楼上，你看他旁边有台机车哎、欸，那一看就偷回来的了吧？这岛上谁现在买得起车啊？我操，超贵哎、欸！努力做单子应该可以吧？我都骑脚踏车哎、欸，啊，这台车是在干嘛？啊，不要问啊，不要问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叫什么志龙的、啊？志龙没有、欸，还有什么？没有听过这个人，一个坐轮椅残障的，不是啦，志龙没有残障啦，不是啊，阿吉呀、啊，阿吉呀、啊，
我也是刚听这个车上的那个通报们讲的，要不然我也不知道那个子龙是在干啥子的。院长，我叫谢林啦，对不起，没有自我介绍。哎，这边有人是院长哦。啊，就是我。这个呀。哦哟。穿迷彩外套的。好，下班出来晃晃，啊，看看这个城市。哇。我操。哇。这个车技。这个开车的是谁啊？老司机啊！我操。韩蓝娇啦，你这样又是谁啊？不是啊，问题是那个小妹妹小妹妹吗？哎，谢玲要不要再联络一下？我打个电话问他一下。带着小孩又带个残障人士，感觉不太对啊。哎，所以你们在找小妹妹哦？对啊。他可能利用那个偷拐抢骗啊！我操。用小孩子运毒啊，塞到包包里面那种。我操！没有，他就是把那个毒塞到那个残障人士的那个轮椅下面，再叫那个小孩子拿去卖啊。我操！哇哦，这个推理这么高招的，我以为放在书包就够强了哎、欸。我操，这个城市里的人这么黑的吗？你现在在哪里呀、啊？你不知道？那你附近有什么？哎、欸，我看到有轮椅哎、欸。小鸡鸡跟阿吉都在你旁边啊、喔。那你附近还有什么建筑物？有便利商店。那你们什么时候要来那个送货中心买东西？啊，你还好吧？那所以你们现在在路上耽搁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你们要去吃饭哦。好吧，那你跟你讲，你要到送货中心的时候打电话告诉我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啊，结果有问出来在哪里吗？他们要去吃饭啊。吃什么饭？他们在便利商店附近，可是他不知道是哪一间。便利商店这么多间？便利商店不是都有那个便利商店是几号店吗？这连锁的、啊。他十岁可能不会用手机吧？对啊，他好像不太会看。那十岁看不懂地图是吧？可是只知道那个智龙跟阿吉就在他身边啊，刚才还有发生擦撞，跟人家吵架。我操嘞！啊、这城市人都那么凶的、哦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三零两。三零两是谁？谁说三零两？哎、欸，他不叫赛，不是江面吗？赛琳娜吧。可以，在叫我。我可以问一下赛琳娘是什么意思吗？赛琳娘。赛琳娘是什么意思？我不太清楚，我对鬼岛话认识。怎么变赛琳娘嘞？这么难听！你怎么乱叫啊？偷我啊？不是啊，讲错了。怎么了？那个啊，你那个押金被扣，我可以找市政府拿回来。好啊。哎、欸，小蜜桃上车。欸、这又是谁啊？这个岛上好多人我都不认识啊！我操。嗯，现在在这边打工的。啊，打工仔。你是要上来吗？好小声。你上车听得见了、啊、你上车好有声音大了吗？我们要去哪里呀、啊、不要问哦。你们想去哪里呀、啊、我这台车都带你们去啊。我操我操我操哇我要下车我要下车没事没事没事哎、欸、火车啦地心探险哦！这是什么过山车吗？绿灯应该是这一边吧，红灯是逆线吧？啊，对对对，我之前也有啊，这个火车绿灯。他走绿灯了。啊，这个是顺行啊，没错。等等，会不会出现火车车后面录上来啊？不可能啊，怎么可能？拍电影哦。小事了呢。哎、欸，你这样开，我心脏有点受不了嘞。没事，你旁边有个院长啊，他专治心脏病的。
我没有专治心脏病啊，我专门是脑科学啊。那脑科学那棒啊，你一会帮我看一下。完蛋，看一下啥子？是吧？他脑子是不是有病？哎哎哎哎！我可能没办法帮你们看的啊，我觉得我们要一起去了。滚！哎呀！哇！有点问题了，好像。我怎么闻到焦焦的味道？啊、你的脑子有问题啊！有没有带包子的、啊？前面可以蒸了。哎、欸，门掉了、欸車。车门都掉了啦！啊，车门变成滑板了、欸！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救命啊！没事，不要相信他，我们也只能相信他了。我先写一下纸条，留下我的遗言好了。我也写一下好。在车上不能写啦！好恐怖、哦！下面爆炸了！啊，你是先知吧？你是先知吧？你知道上面会有爆炸，所以提早躲在下面的、啊。你没有看到拱龙拱龙的？这我也不知道去到哪里耶，我就随便开一开好了。你他连都不知道去哪里，我会不会出不去啊？不会出不去啊！到时候下车记得每人缴我100块啊！为什么？100块吗？油钱呢、啊？下得了啦！只要下得了车，什么都好谈啊！哎、欸，这个车门好像有哇，终于爆啦！车门不见了，终于没啦，剩右门。没事。哎、欸，也没啦！没啦。没有啊，我们现在这个车的引擎有点受损了、啊。为了可以赶快到那个安全的目的地，我们要减少这个车子的重量啊。啊，好像有点合理。那你要不要自个儿直接下车、啊？减少乘客不是更快吗？下重量会比较轻。啊，对啊。不要啦，身为一个专业司机，一定要把你们安全的送到目的地。我觉得很不安全啊！我操。目的地是哪？天国吗？目的地就是外面出口，我也不知道去到哪里啊。等会啊，这边是岔路是不是？所以你都是怎么选择要走哪个、让我出去啊，上面是医院啊，让我出去啊。没关系啦，随便走一走，是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上面就会找到出路的。这里没有罗马，我操、哎、你开成这样还要我们给你钱啊、哇，前面感觉就是出口了、那个红灯在闪什么意思啊？危险、没有，没事没事，是不是有列车要来的？快爆炸！又爆了、哦，这不就出来了啊？外面的空气，后面啊，外面的空气啊，吓死我了呀！赶快找一个地方让我们下来啊！啊、我裤子都湿了。从哪里上车就是要从哪里下车，那我载你们回去啦。好好好啊！我没坐过那么恐怖的车、啊。好像在玩云霄飞车哦。我他连滴滴，这个比过山车还恐怖啊！我操，尿都快滴出来了。有没有觉得这样坐一趟，对这个城市的地下结构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？你真的是专业的司机啊！我操，真的。你是城市导览员？哎、欸，院长，你们的车啊？刚刚就停在这边很久了。那还是海啸对吧？要泡水车子啊？好了，到站的乘客们。太强了！记得下车的时候，一人给我100块小费。好好好，好的呀，可以。哎、欸，走这边越来越恐怖了、啊。这台车是什么？那种会有一台车子倒在旁边的 啊！赶快下车！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给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感谢风又续订。丢了，自个儿捡。我丢了，丢了，在我的后面。所以这个车上有 C 字啊。丢了，丢了。哎，那个拖车的，拖车的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来帮一下，来帮一下，拖车了。没事的，没事，我能捡多少就捡多少啊。怎么了？
好了，差不多了。蓝椒，蓝椒，这里，这里。蓝椒，你后面还有一台。我试一下我的车。你要拿到吗？蓝椒。啊、有有有。蓝椒，这里还有一袋。后面啊。好多钱，好多钱。蓝椒。给我，给我，我来，我来。索赔哦，索赔。那个、啊，你手机拿出来，按那个 T， 然后打一下。市政府要索赔，应该就要来了。这里啊，不是还有一袋吗？市政府专线是那个什么 O O C 是不是啊？对对对，啊、你要先移开一点，我才能捡这一袋钱，不然我捡不起来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这样可以吗？有了有了、啊、有嘞有嘞。哎呀、欸啊，你刚刚不是找塞琳娜吗？塞琳娜。对啊。塞琳娜。没有了。怎么啦？不是啊，他我的车好像海啸了、啊。改变心意想，想染头发了吗？破坏一下那个线路，你等我一下。你们，所以他到底叫赛琳娘还是赛琳娜？娜赛琳娜。赛琳娜啦，赛琳娘多难听啊！我不知道赛琳娘是什么意思啊，鬼岛话嘛。听起来就不好听，你不觉得吗？我对鬼岛话没有什么认识啊，不太清楚。啊，院长这边纸条不要剪，很危险啊、哦。为啥子啊？上面有探区是不是啊？你可以捡起来看看。听说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、哦。那张听说不见了啦。哦，那张不见了、哦。对呀、啊。被撕掉了、哦啊。好像是被一个警官撕掉了。吓死人了！我操。喂。哇，这张也要撕掉了吧？我是零零。我捡捡看啊，啊还好啊，这个是吴贝义的宣传广告啊。哎，他讲话讲那么大声。哇，他跑了跟飞了一样、欸。哇，那边在干嘛、啊？这是在干啥子啊？啊是你啊，要推车吗？哦，我搞错了的。哦。好了，要来播广告咯。怎样啊？怎么了？啊，我刚刚海啸。我要播广告咯，播广告咯，静音的静音哦。啊，三二一。保证金也还不还不了。那个，你是领哪一种的、啊？那个箱型的。所以是六千。汽车应该是汽车。我等下回到你的银行。知道他吗？把钱换给我。你现在身上钱多少？3500块。应该有吧？你刚刚不是很成功的进去了吗？车子有还你啊？他要还给我。对啊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？看你要继续送货还是做其他事啊？送货好无聊哦。那你想干嘛？不知道。我想去逛逛。走啊。这个城市有没有比较一些特别的转型方法？不然我看大家都在送货啊，我操！因为我想去买面具。买面具吗？对啊。好啊，我想想看怎么去哦。好。面具店呢？偷车也不太好哟。我骑脚踏车吧。好。你会骑吧？会，我会骑脚踏车。反正这边有两台。好。那台竟然有锁。好，走走走。那怎么办？还好我。那怎么办？我看看会跟市民借车吧。有警车哎、欸！哎、欸，
要不要跟警察说一下？我刚在路上看到有人偷他们脚踏他们的那个二轮车啊！走啊走啊走啊！讲一下，去讲。警察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哦，所以现在是搬不回来了哦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耶，好棒哦！等我一下，我想有点棒啊。哦，他把车搬回来啦。好、哦。哎呦哎呦，还好吗？哎，警察先生，我刚刚在送货的路上有看到有一个人骑着你们的欧多拜。谁啊？不知道，他咻一下就冲过去了，没有看到他，他。没有看到他，反正你们的摩托车被骑走了。哦，他长啥样的？哈？他长什么样子？他的特征样子。啊，他太快了，我没看清楚。啊，男的女的知道不？男的。如果砍到整个势力，直接传讯息到警察局给我们啊。好，小夫还是警长哦。拜拜。哎呦，垃圾桶，哎，算了。拿十五块啊。走吧，你去买面具。那你要小心哦，因为这个城市不能戴着面具在路上走。好啊，可是要去哪里买啊？来，你跟着我啊，你跟我走，你跟我走。好。这个怎么那么快？我骑不动。有了有了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走吧。好，直走左转哦。好。人呢？为什么我骑那么慢？你说什么东西？啊！人呢？咦？他人呢？还好他没有去接那个哎、欸，接工作。他刚刚人跑进墙壁就不见了，可以开走吗？行。可要叫人来拖吧。哎呦，再翻再翻，我海啸车，我海啸翻，
其实理论上我不该知道面具店在哪欸，对不对？我不该这样子，可是这样又不知道面，也没人知道面具店啊。等一下，你不要看我，我好紧张。我刚刚突然被抓走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所以我在这边等你。嗯，哎，你怎么知道面具店在哪里啊？都没找到。这个说来话长哎。哦，走吧。我才想说，其实我应不应该知道。我猜的啦，应该你看海边，换我了。换我了！我的妈呀！唉，换我了，开启。我要讲说，海边就可能会办 party 啊，所以会有卖面具啊、气球啊，去看看嘛。是我做了什么？让天使生气。右手每次到一个时间就会开始狂过敏，起一些疹子。对不起，换我被抓走了。他是不是审问完你换审问我啊？应该是啊，我刚刚是要说，就海边可能都会办一些派对嘛，啊，可能就在海边看看啊。哦，好，走吧，走走走，走吧。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去过啦，所以不知道。去逛，哎，等等等等，我要先去买那个买食物。你要买的哦，很贵耶。十七号商店，不然要去哪里？可以有食物。你有捡到吗？捡到什么啊？三明治啊。没有啊，哪有三明治？哇！三明治啊。
还是我吃掉了？等一下，等我一下哦。我不能丢下吗？你先吃这个吧，因为现在物价上涨，三明治很贵。那你为什么有啊？我等一下带你去啊，因为你刚问我要干嘛的时候，本来想要去弄三明治啊。哦，哎呦。啊，对不起，啊、他推我。没事没事。刚推我。还好，夹到就而已。好好，夹到了很痛哎。就 OK 啊。行啦行啦，哦，你会台语哦。会一点。哦，那好办事了。对、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中间有这个？我刚看没有啊。它突然长出来了。不，没有啦，它跟地板的颜色太近了，没看到。啊、走啦，走啦。过马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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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马路。好。我觉得隔壁很适合我们哎、欸。那这个跑单车的，对啊，特技的。我觉得我应该会摔死。Amazing！ 走吧，走吧。好。哎，警车哎。我们刚刚经过警车哎、欸，我没有看到哎、欸。在左边吧。今天开真酒真棒，放假啊，开久一点啊，而且鬼岛新的，我也比较有动力玩啊。应该这间吧。超丑。小心肝，哎，行，不能当小心肝了。好了，哈，你好了、哦。对啊，你选一个你的吧。还是当原本的小心肝好了。推我一下，把我眼镜推掉。眼镜吗？对，推我。你过来一点。你不喜欢戴眼镜哦？不是，我想看一下，我拿不下来。推我啊！等我一下哦。哎、欸，我不能推你哎。那你打我。啊，打女生哦。啊，好吧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又不能打？哎、欸，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可以打我吗？你是不是打不到我？你举手。过来这里。是不是怪怪的？对。对啊。
打不到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你知道这一片海滩很神奇吗？怎么了？进去里面泡一泡就可以了。泡什么？泡一泡，再走出来应该就打得到了。我们骑脚踏车过去。好啊，哎、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以前被丢到里面过。以前？你以前来过这里啊、哦？不是，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神奇的海滩，我想说以此类推，应该都差不多吧。哪里啊？渔人码头、白沙湾？不是不是。哦。那个叫天神的眼泪，它是一片汪洋大海。嗯。然后不会不容易放晴，常常下雨，所以叫天神的眼泪。